老记者唐诗珍，唐诗珍，对对对，唐诗。我在新华社当照相的，摄影的记者。请你把名字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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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鸭子。我找您太不容易了。我找问过那个北大的新闻学院的、北大宣传部的，都告我的地址都不对。后来我去通过那个，小妹儿，然后又去了深圳，找到蒯先生，他说他带我来，他说他4月27来，我就一直盼着4月27号。这是你的？这不是我的，我刚给您的是另外一个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我的啊，唐诗曾，唐诗曾啊，那个新华社的，对对对，你去年好，不如去年了，瘦了，嗯，你原来这老能长胖干了吗？老不要那么胖，我就不敢吃肉了。你不吃肉了？你可别吃了，你重量次方了。你对，78公斤。他也不敢喝酒了。我瘦了30斤了。你让我95斤吃肉。中午喝不了，晚上还喝不了。我一天一斤饭。谢谢。28不了。你吃吃吃。我有了，谢谢你。你自己吃。就吃一个，自己吃。我来，我自己来。你拿一个，来。你给他背一个吧。别照着我啊！哎，您吃这个。我不吃吧，吃吧。都不吃，您吃吧。都不吃。这个我的上边，我就给了您这个，所以我就不用写了啊。他就是问了，又问，忘记他。对对对。啊，你是新华社的记者？对对对，摄影记者。摄影记者啊。我是北大79级的。是是对。摄影记者。啊。79级什么系呀？国际政治系。国际政治系。啊。喂。啊。大宝，你过来。你过来一点。我今天过不来。哎呀，你干嘛这么忙？啊。我还送你一本书呢。这放在这儿了。过不去，你去那儿跟人看看老太太完了。我想你老太太吃的饭呢，啊，看能不能找的方便不方便？这旁边有饭店吗？楼下有。那太好了，好，那如果有，你过来过不来？过来。我过不去。还你媳妇呢？怎么过不来呀？他也有事儿，我俩就一块儿的，这样去不了。好，您在那儿啊？他们说你都能听见哈，能，耳朵没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你还行吧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挺好的，你看那个老太太也挺好的。老太太挺好的，哎呀。喝100根本没问题，啊！老太太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啊，这么不行啊！嗯，太好了，好，好，你那路忙吧，大鹏来不了，不来了，大鹏，本名叫什么名字？我上面说了。本名叫什么名字？谁叫什么？大胖的正大名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都叫他大胖。你刚才东李小东，哎，姓李呀？鱼鱼哪个鱼？多余的鱼。李小东，多余的鱼。两个胖的。那这不是还叫个鱼？多余的鱼是个鱼，你看。李小东，哎，对，这个鱼。小东，
那你交给他们那去了。我让给他。啊，对，对，你交给他好。啊。二位在一起真是难得。他们每年都在一块儿。啊。他每年校庆都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就是。就是他们俩在一起，我第一次，我为了追蒯先生，我去了深圳，啊，用这个拍。你这和你老先生拍一块。嗯。老看病不花钱是吧？不花钱。对。95岁以上就不用花钱了。不是95岁以上，就他有特殊的身份，那他的身份。他的房子也是，房子是那个，不花钱，所以也不装修了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，98了，用那装修的钱保养保养身体，对，将来还给国家退了，我还得雇一个基金，雇啥？雇一个基金啊，雇一个呗，对，我那是。第一走路不稳，第二是摸不清楚。劳动方都是那样。嗯，我四次中风啊。嗯。怎么四次？不是说两次吗？又多了两次。四次，对啊。嗯。对。比去年精神多了。哦，我老怕他摔跟头。对对的。你看他的那个，他的东西，他的戒指是毛主席。我知道。他的手表。我也看过。是毛主席。嗯。这是吴桂贤送他的毛主席。对。嗯。信仰。嗯。你的名片。我没有带名片。他就写在您的写在您的纸上了啊。应该在他背面吧。嗯。